流
的话真的四川老婆炒肉的话是我们这四川才能炒肉哦。好多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反正还多吃啊，你也多吃吧。我在对面的耍。好久不扛回来了，我不是土房包了哦。酒楼扛那么多没？干嘛酒楼扛多？没得事，我扛得起。你等下票到那儿回来哈，我先回去了哈。要得，你们慢慢吧，你扛得起吧。那方法还是好吃，外人吃不来，我那个有个简介，这个简味儿那么香干，肯定香嘛，我还离不得一个。